文姐快到了啊、哦！谁还让妈妈家里煮菜啊？谁那么不孝顺、啊，没良心啊！所以我们买一点回去，我们就专心欣赏各位吃这个咸猪肉的表情，就知道好不好吃。大家很饿吗？哦、蒜头切片，对 对，放在那个白醋里，然后这样配着一起吃。唐家厉害了，嗯、是独门秘方腌制的咸猪肉，它虾肉真的蛮多的，吃起来比一般的、一般你在餐厅吃的虾饼再厚一点点，所以口感其实还不错。四道菜包括了原味虾饼跟芙蓉海鲜，哇，芙蓉海鲜羹看起来不错。对，咸猪肉都是南门市场的名菜、功夫菜。佳佳，你看这样四道菜才六折哦，便宜，1045块而已，三菜一汤。推荐给大家母亲节的最佳爱妈妈的方式，爱妈妈就请她好好吃顿饭，希望大家母亲节都能够快快乐乐的。吃饭时间放饭，我们就专心欣赏各位吃这个咸猪肉的表情，就知道好不好吃。大家很饿吗？这是原住民那种咸猪肉是吧？对，腌制的，说是独家酱料，南门市场没有任何酱料，腌制在里面的呀。有香料，这个要配饭。那五香的味道很重，吃起来怎么样？有香啊，五香。我有香，感觉安怎？五香的香料，这很合台湾的胃口。这就是台湾味，因为南门市场的这个经典菜色。那个我每次苑老师都要多吃一点，我要把我的。不过我觉得尊敬师长。了解哇，要像照片这样肥肉多一点。这个都是瘦的。对，这是来宾点菜要吃的咸猪肉。我们上节吃的是月亮虾饼。非常感谢浅秋。让我有机会好好辨识一下这里面的滋味。这个肉也香，酱也浓。尊师重道，对老师都要特别尊重。在我嘴巴里面浑然成为一体，导致肌肉病流。他本来要讲说主持人也香。老师不敢说这种话。好，我赶快把这个。哦，顺丰好像也给我，因为他好，其实给你一块。说真的，他是要配饭，因为他比较相对的口味重。才能够平衡。你还好了，所以它要有一点油的，对，会更好吃。像它这样就是对的，要有瘦的，有油的。它这个是比较瘦的。那我跟你讲哈，顾虑大家的健康，也不用讲太多了。就是说，你吃东西啊，就是一点点啊，让你达到五分饱就非常好吃。配蒜苗更棒。对呀、所以啊，蒜苗不容易啊，所以用沙拉来取代啊。配蒜苗更棒。我讲这个要配啊，有一个味道是不错。什么蒜苗？那个不是白醋。白醋，然后呢，蒜，就是要蒜切片，酸酸的了。那个蒜、蒜头切片，对，放在那个白醋里，然后这样配着一起吃。唐家厉害了，观众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这样参考。对，真的，这个味道就整个出来。唐家 ，You are right， 你基本上啊，就是这个，光想象这个味道就对了，对吧？吃生蒜的，拌生蒜吃这个肉，生蒜那白醋。生蒜，要加上一点白醋，把它泡在一起，然后这样沾，然后配白饭，南北完美，或配油饭也不错。所以这个是米糕啦，我们四道菜里面会有樱花蒲烧，就是这个鳗鱼嘛的米糕哈，加上月亮虾饼，加上刚刚各位吃的。上一节我们观众朋友如果看到的话，我们吃那个特厚的月亮虾饼，比吃月亮虾饼要好太多了，实在太多。还有呢，这个买回去要真的那好吃，除了我刚才讲那个做了之外，切啊尽量切薄片哦，越薄啊。咬起来那个味道会越好 ，juicy 吗？对，其实不是 juicy， 那个口感会很特别。连环到厚的时候不容易体会出来。我们行家耶，你就成了美食专家。没有三两三无法上梁山的啊。你以前认识十几年没有跟你讨论这方面。对，你以为罗马是一天造成的吗？就是是。他基本上掌握的非常好了，那个加蒜加醋确实是。对，所以像这样四道菜，其实像委员你们行家看一下喽，1045是不是很便宜？非常太便宜了，对不对？很方便呢。要浅秋，你还卖的不够好，还附加这个蒸笼。蒸笼啊，对，没有错，这个蒸笼是可以连同这个鳗鱼饭、米糕一起拿到你家里去加热就好，也有继续保留那个蒸笼的香味，真的是很方便。这个应该不够卖吧？很便宜，真的。就是真的便宜啊！才1045啊！母亲节结束就没了。这个礼拜才有的特惠，回到平常就是平常的价格。但提醒大家，因为运费160是你如果没有买1200的话，你只要再加一道菜，我们往后看下一张啊，这三菜一汤再加一道随便后面一道菜。1045的。
对，一零四个人，来，我们下一张戏去看一下，哈、哦，下一张戏是，如果你这四道菜，吃觉得一零四五抽不到这个免运费的话，你只要再加一道菜，随便什么桂圆银耳或红烧狮子头，五花东坡肉哦，这是南门市场系列最厉害的几道菜，那大家可以再加一道就可以免运费，是不是很划算呢？是的，这个礼拜才有哦，专门针对新闻大白话独家对于观众朋友的优惠活动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直播室连接指定的地方点进去参考咯。亮哥已经吃几次啊？你四道菜挤满了没啊？他们四好像是那个汤每次的，就剩下汤，其他都挤满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吃了两道。任老师吃肉几道？我今天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你指定只吃咸猪肉这样吗？我本来蛮高兴的，听到你讲他妈亮哥都吃四道了，我是觉得我就吃第一道，突然不开心，突然他妈舒服不起来。同事们要准备其他道菜了，老师不开心，因为这个都是撞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很高兴，就是从月亮虾饼差点变成月亮虾饼。